如果我现在什么都不讲，这样拍给你看，因为我在橘色，对不对？其实橘色都是超新叶的。前菜可以选哦，一个是番茄哦，这是自制蛋豆腐沙拉，本地的牛番茄哦，本地的吗？我们点的是明虾双人套餐，价格是2580，两尾大的澎湖明虾，然后两颗宜兰鲍鱼，两颗宜兰鲍鱼，活的，你戳给我看，哦，活的，后还有呢，后你不要演。那个30等级的干贝2颗，然后这个是龙胆石斑，好，然后4个大蛤蜊，然后这个是我们师傅手工的虾饺，是，对，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是鲜科花枝姜跟虾姜，有没有鲜科哦？还有两个酱，两个手工姜，这个是手打花那个明虾，去做的姜，然后这个是那个花枝姜，新业有名的花枝丸的姜。我们的明虾，我想要盐烤了，还是一只盐烤？一个盐烤，一个蒜蒸，好大的明虾！看了，我用我的手拉开来是20公分，它其实比我的20公分还长一点点，太棒了！没有想到吃小补小补还可以吃到料理哦，对不？海鲜料理，新业小补小补当然也有服务啦，请看他在现场帮我们做丸子。哦，我们今天有主厨送菜哦，客家小炒，客家小炒，我们为了客家小炒，我们还特别点了秘鲁软弹软弹，看到新叶的丸子软弹软弹哦，桌边服务开始喽，等一下蛤蜊哦，好了，看蛤蜊有多肥哦，因为明虾跟鲍鱼都可以特别去处理啦。所以我们刚刚哇、哦、好香哦，这是蒜蒸活鲍哦，宜兰活鲍鱼哦，肯定好吃的啦，哦嫩，要把它泡熟，后切龙胆石斑，来手帮你送盐烤明虾，盐烤明虾哦，我整个是本土的，它好厚哦，卷起来，好啦，捞起来了，这是我们的牡蛎哦，松板猪，叫他帮我们从头算到尾，我们今天真的是大爷。看到是吗？刚才经过特调，这颜色才会这样。这个菜盘很丰富哦，都很害怕你营养不均衡。白菜、番茄、香菇，第四种是豆腐，而且豆腐很大块哦。第五种是南瓜，而且都是后切哦。白菇、红喜菇、青包菇。第九种，金针菇。红萝卜、红香药11种，唯一的火锅料。鱼板。好，绿色的青菜 hold 住哦，等一下再来。终于哦，吃了快1个小时哦，锅子里现在是满满的料，因为煮的是满满的菜哦。半鱼半。芝麻酱拌面，芝麻酱杯面。来，我的水果来了。除了马吉之外，当然还有冻茶啦，茶啦，还有杏仁豆腐。哦，累死了。接近40年的台北老派涮涮锅，小不小不，新业涮涮锅，也顺便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菜单。然后呢，除了看菜单之外，也给大家看。每次我们来都点这个叫做极品明虾双人锅，非常超值。这是什么蟹？大沙公。大沙公，他们家也有大沙公，一只一台斤以上哦。哇、哦，龙虾须都打到我。龙虾哦，是结合台菜哦，可以蒜蓉蒸哦，也可以盐炒哦，点点点哦。放啦，缺糖蟹这种的菜啊，会从预约啦。哦，今天带大家来吃新业小不小不哦，在双城街里面呢，这是台北最老字号的小不小不店，已经将近40年了。